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新竹县新兴国小詹美珍老师。你们喜欢唱歌吗？老师今天要来介绍 Cool English 卡拉 OK 特区以及幼儿歌曲乐园，请同学们先抵达 Cool English 首页，接着登录你的账号与密码，点选课程专区、国小区。游戏页面拉下来，左边是卡拉 OK 特区，右边是幼儿歌曲乐园，两个区域的性质非常相似，因此呢，老师一并在这里为大家说明。那首先，我们就来先看卡拉 OK 特区。卡拉 OK 特区是40首适合国小学生的歌曲，可以选择字幕跟唱版。或者是字幕卡拉 OK 版，丰富朗朗上口的歌谣，我们可以边洗耳朵边学习英语。在学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选择教唱版或者是伴唱版哦。那接下来老师就以字幕跟唱版 Bingo 这一首歌来为大家示范。There was a farmer who had a dog, and Bingo was his name. O B I N G O, B I N G O, B I N G O, and Bingo was his name. Oh, 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先听到这里。回到呢 ，Cool English， 点选字幕卡拉 OK 版，一样以 Bingo 这一首歌为例。那这个就是字幕卡拉 OK 版。接下来我们再回到 Cool English， 我们来看看幼儿歌曲乐园。幼儿歌曲乐园是100首丰富的英语幼儿歌曲，让你们可以在音乐中自然的接触英语，丰富朗朗上口的歌谣，我们可以借由洗耳朵的方式来学习英语。另外还有提供中英歌词讲义来帮助你们学习哦。那老师接下来就以 Song 1 to 10 Ruby Lou 这一首歌来为大家介绍，请点选此行文字来开启影片。 Aha! Here we go.好，我们现在先听到这里，接着呢，回到 Cool English， 点选右边中英歌词讲义，左边呢是英文歌词，右边是中文歌词，下方还有生难字词的解释，来帮助你们学习哦。那接下来老师提供几个自学的方法，放学回家后，我们可以播放，跟着家人一起唱跳学习。用餐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播放，让歌曲陪伴你们晚餐。睡前时也可以播放，当成背景音乐，当作睡前仪式来帮助你们入眠。学习英语之外，也学习歌曲的节奏跟旋律，另外也增加你们亲子手足的关系。英语学习是没有范围的，而且是一点一点累积的。学习可以是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，爱唱歌的你绝对不能错过哦。以上是老师 Cool English 卡拉 OK 特区以及幼儿歌曲乐园的介绍，提供你们做参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